我是刚刚的社长一三一次，2014年七月，十月十号，29号，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大安站哦。好，时间5:01，出发的是开往淡水 to 淡水的高雄新港，看北投，讲错，抱歉，看往北投，一三一次的高雄新港刚刚时候。由 C301-0150-16 编组的高亮线刚刚时间后，刚刚滑板了。啊，如果下面的马道门走到电大厅，我从中央动画那边走过来，真的好累。啊，下次真的，考虑考虑。比我走到中央动画的捷运站还要，远呢。啊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17:52拍手，再见。